慢点，七爷。七爷，您慢点。慢点，夫人。公子啊，你学习好呀，孩子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快不行了。给我口饭吃吧，公子。来，风来福，把车上的吃的拿下了。是，走走走走。别急别急，大家别急。漂亮姐姐，漂亮姐姐，救救我娘吧！别急别急，她快要死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秀儿。别急别急，都有。谢谢漂亮姐姐。别抢啊！大家一个一个来，都有啊。那好，你娘亲在哪？带我去见你娘亲，也许我们能治好她的病。嗯。南风，哎。你陪夫人去秀儿家。是，走吧。嗯，来福，哎，你去找间客栈，先把东西安置一下。好嘞。先别急，先喝口水，夫人马上就回来了啊！来风一直陪着呢。七爷，我们回来了。殿下，我们回来了。夫人，秀儿，我们还是去晚了。秀儿，快放开！娘，我要跟你一起走。梅二姨，我要跟我娘一起走。你娘得赶紧安葬。起来，秀儿，秀儿乖，以后我来保护你。走吧，走吧，让你娘安心的去吧。秀儿，除了你娘，还有其他人照顾你吗？爹爹为了伸张正义，疾苦求甄府大人救济百姓，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。可恶！秀儿，这孩子太可怜了，我们一定要给他找一个好的容身之处。不解决造成这一切的根源，像秀儿这样的可怜人只会越来越多。七爷，镇府的人已经得知您到了，送来了请帖。没想到这么快就知道了，肯定有人走漏了风声。看来这个岳安阳来者不善，明日我独自前往，夫人就不必同我前去了。不行，我要去。我是担心你明日会有危险。那我就更要去了。你想，这岳安阳主动发来请帖，他们必定做好了打算。况且明天殿下要查些东西，肯定处处受阻，所以我想。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那你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？殿下，我也想为灵州的百姓做一点事，求你了，
行不行嘛？好不好？那夫人明日得处处小心啊。好。夫君，秀儿这孩子你有什么安排？这个夫人不必担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是不是该歇息了？我今天跟秀儿睡，夫君你先出去吧。出去，夫人，出去吧，出去。夫人，夫人。姐，你怎么还出来了？来风，来福。明日的事情，务必安排妥当。是，你们下去准备吧。知道了。雪不见君，丝竹声声入耳来，玲珑音韵错落之，断续情丝诉家残。萧瑟声休。